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布拉，我是小南。这个呢，俺家俺门口这一点都要家好好，迟到迟到，是吧？快该中饭了。哎呀，这张还有轮斗脚嘞。对的，这有的刷着，我带饭吧，吃了。这还轮斗嘞，你看，那最后这一份儿。今天都饿，你吃多少份儿？嗯。衣裳没脏了，你看我的衣裳怎么好看？就咱又没衣裳了呀！我想买。你看我穿着能搁的衣裳，穿着你穿上可合身儿，比俺哥穿上还合身的。俺哥穿上听不见，会说话不会，会说话不会。啥玩意儿？哥听不见，我穿上可合身啊。嘴里看我看，听见了吗？不会说话都别说话了啊！打会儿吧。手、脚、牙、腭、夹子、脖子、肩膀沟。哎，手脖子。手、脚、腭呀，手脖子。没说，每次这一说手脖子。我都该不自觉的去看看呢。我在这打打劲儿吧，没得。这么大个子，你说这别撑也得好几斤呢，是吧？篓子都装不下。行，那再抢吧。三家了呀，拐了，拐了也不碍事啊。那回头了，你往这来。不要了，我不管你，给我种啥？我给你种，我一挖坑给你。我一回来，我给他挖个大坑，我给他埋住他了，是吗？给他埋住，是吗？我给他，我给你再给我埋一块。正好这我给你埋一块。好了，你想说你来扎根，我都扎根了。好了，我在这地了收拾力量了，给他给我帮忙扎的，明天还接着用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西瓜视频牛布拉助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少这个事儿啊。好。